现在疫情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就面临着没有办法做，这也是理所当然，因为我们要爱护自己，也要爱护别人，那个部分来做着想，这样才有办法让这个疫情减下来，那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去做。长期以来，环保志工是最辛苦的一群，借由这次的疫情暂停下来，也可以多行思，也可以多文法。应该来讲是该放下的时候还是要放下，那我们让这个社会更进步，那这个疫情赶快消灭。是医护人员，他们很辛苦啊，这一点的话，真的我们就一定要把自己顾好，那我们才能感谢他们。我们把自己照顾好的话，在家没事不要乱走，没有必要就不要出门。